直播心得万里狂奔之后，终于找到第一位比基尼美眉啦！三位来这边是来玩的吗？来冲浪的。来冲浪，对，冲浪的。请问一下，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？不好，不好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做任何事都可以。冲完上一圈，然后我们就在考虑到底要答应。一定要冲浪吗？一定要。游泳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游泳大家都会游啊，冲浪不见得每个人都会。我会有狗爬式，哎，那也那没有每个人都会。这边也有狗啊。雪白肌肤配上红色比基尼，真是性感到让人口水直流啊！在沙滩有一招百试百中的绝招，绝对一招不能错过。我刚发现了，在那边闪一下，有一群美女在那边。哎，被冲浪给挡住了。对，就是、假装玩球一下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丢给我，等一下，要跑远一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代表我猜来这个沙滩寻找最美的比基尼辣妹。你们里面有谁是穿比基尼吗？这位美女，你被逮捕了！快点摘下墨镜，脱下 T 恤，秀出美丽脸庞及身材吧！你看，甜美的笑容配上白色泳装，是不是很有日本美眉的 feel 呢？啊，好久没来晒太阳了。我的奇梦也好久没来晒太阳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守株待兔一下吧。比基尼美女，赶快来吧！我在这边等你们，不会跑的。好热哦，怎么都还没有啊？啊，有，那边有，那边有。小姐，拜托，你干嘛？救命啊！喂，那个，我猜 ，Gino， 你可得洗得干净一点，因为找不到辣妹，宪哥会生气的。舞台就是我的天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吸引到人潮了，而且我发现人潮里面有一个很正哎。走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就是他了 ，Let's go！ Hello， 哎，你好，因为呢，我在你们这当中发现一位绝世美女，好不好？就是她。我们是我猜节目要找夏日这个比基尼美少女，然后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符合我们的人选，可是就差一样，就是你没有穿比基尼。有，太好了！可是，你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穿比基尼的样子。超性感的比基尼女神，要让你清凉一下哟。
进来了，各位一起来看看他的剪影。好大胆哦！哎呦，小野猫，哎呦，哎呦，麻烦转动一下你的身躯，跳舞。哎呦，天哪！有舞哎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动起舞，小心我！哎呦，动起舞，不要跌倒哦！我的动起舞会跳。小野猫已经来了，非常有麦克有恰恰的小野猫 Winnie， 哎呦，一张五十八，哎呦，夜市的廉价比基尼竟让他的美胸有异状。夜市里面买那个比基尼来穿，便宜的嘛。嗯，穿完之后一打开，咪咪上面，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 ，Winnie， 哎呦，比基尼十万个公斤，哎呦，比基尼，哇，哎呦，比基尼身材好好好，哎呦呦呦。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天哪！身材也太好了！哎，来来来，麦克风给人家一季度都不给了，不要给他，我们就不给他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共用一季。好啦，我看的都吓呆了。谁 hello 一下谁？好大胆哦！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。Winnie 啊，你怎么有口音啊？对啊，你哪里来的？嗯，我高雄。德国。比基尼水正妹第一名，而且他站水正妹站侧面呢，水正妹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后面的观众看到就是惊讶到后道都出来了，你是哇塞，那你看那么认真干什么？哇塞，水真的就是他导播，你很有默契。水正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水上乐园的一个比赛，就是我们在比水正妹。哦，结果你拿到第一名，这样，你的他比例非常好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从出来开始手就一直放在这边，都没有，而且都站侧的。人家在夜市里面买那个比基尼来穿，便宜的嘛。嗯。穿完之后一打开，咪咪上面长椰子树出来。什么意思？那泳装椰子树印在咪咪上。那图案是不是？那个颜色就褪。因为我下水玩完之后我就上岸，然后上岸我去冲水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右边的胸部就是绿绿的？然后我发现那个椰子树就印在上面，好笑。那你直接那可以当椰子的果实啊！哎呦，厉害！那你有就是一直努力在吸肚子吗？要 hold 住？有有有，我现在一定要在 hold。你敢放松吗？其实放松好舒服。好想看你放松。放松很舒服，你要试试看嘛？哇，信哥放松好久了。好舒服，好松哦，好舒服。瑜伽教我们胸部端端束，我要学。来教大家。首先呢，就是深呼吸的时候，我们把手靠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你的胸部往上集中，用力用肚子的力量跟胸部的力量，手用力就可以了。然后再你凹拳你不用呢，你不用，胸肌没有用。然后你们。吸的时候停三秒，然后再吐气，慢慢吐。你都有做吗？有，你就靠这个的，这样有事。好，那我要回家做。还有一招就是用毛巾，我们用毛巾，然后打到最开嘛，好，打到最开，拉最开，然后往后。往后。这个跟胸部有关系，这个胸运动拉到这里的线条，会拉到你胸部的线条。好 ，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号，好吧？旁边休息啊。哇哦，身材火辣的威力，穿起比基尼再适合不过啦！Gino抢先寻获如此性感的小野猫，两位帅哥可要加油喽！哪里有比基尼辣妹啊？比基尼在哪里啊？比基尼，哎，真的有比基尼掉下去！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该是我出马的时候了。哦，好可怕！啊！救命啊！
整个杀猪湾的阿丹决定到附近的冲浪店看一看。哎 ，Hello， 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丹，你好，我是小文，小文。